大家好，我是 Charlie。 今天要和大家实测的是在 RO 先进传说中官方的信用程度，是艾克伊芙的精炼实测。这次带大家来看究竟实践艾克伊芙从加0到加7能够成功几件呢？我们的策略是加0到加5的时候我们都使用普通的铝，而从加5开始我们使用的是浓缩铝。依照官方给的几率成功图表，从加4开始到加5成功几率是 60%。 就让我们来看看实际能成功几件吧。第一件，60% 的成功几率 ，Go， 爆炸喽！第二件 ，Go， 哦，这个成功了，第二件成功了。再来是第三件，哦，这个也成功了。再来是第四件，啊，也成功了。第五件。也成功了，第六件它爆掉了，很正常。第七件居然也成功了，下一件它爆掉了，很正常。为何我会对于今天失败而感到正常呢？我是不是病了？終了します。好的，经过我们的实测之后，从加4到加5我们总共成功了6件，居然跟官方所公布的 60% 一模一样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从加5到加7使用的是浓缩铝，为了怕我点错，我先把普通的铝给收起来。接着就让我们从加5到加7使用浓缩铝来冲冲看吧。成功几率为 70%， GO！哦，成功了第一件，再来是第二件 ，Go！ 哦，爆掉了。第三件 ，70% 的成功率，成功了。下一件，你成功了。再来下一件，好，失败了。下面一件。也成功了。終了します。我们从6件加5的艾克伊芙中成功精炼了4件加6的艾克伊芙，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到加7能成功几件吧。成功几率为 70%， 希望能够成功 ，Go！ 第一件失败了，第二件怎么又失败啦？不是70%吗？真是70%！第三件，好，一件成功加7了，希望下一件也能够成功。太好了！結果を発表します。经过我们实测之后，我们得到了2件加7的艾克伊芙，在这边，耶、yeah ！希望借由这个影片，让大家能够参考一下从加0到加7的装备，大概能成功几件。如果你不相信官方公布的几率的话，欢迎帮我点个赞和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会带来更多仙境传说的游玩体验。我是 Charlie， 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